反正现在休息，我就开着车弄点披萨回来。哎呀，你要给你晚上你自己干两锅再吃吧。这两个光吃东西吗？哎呀，因为你马上要吃包子。哈哈哈哈，我去买披萨，三天都没吃。你要吃什么披萨？汉堡。随便。那我们就买点披萨吃吧，简单又新鲜。买一点就行。这是卡布。卡布。大我就替你买点披萨回来。你要喝什么？